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Ultimate in Arrogant，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方舟创世纪二啦。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要来回头哦，打我们的任务关卡哦。那一定会有人说，哎，老头，你不是用指令把这个任务关卡都结束掉了吗？是这样子没有错啦，但是呢，今天这一集哦，老头想要回头的原因是因为呢，我后来发现。原来这一次创世纪二哦，它里面这个任务关卡呢，有一些哦，其实算是哦，有那种小 boss 关卡，然后我看网络上的一些影片哦，有人跑去打这个小 boss， 我觉得蛮酷的，所以说今天就要想要来去打看看哦。那全程的过程呢，哦，老头基本上应该是会用尬的模式哦，因为这个根本不是一个人能打的，像他你看，他这里面都写一到五个人。啊，最多只能五个人在里面。虽然他前面有讲说一或是五个人，但我觉得啦，一个人进去哦，基本上就是被虐惨的啦。玩这种一定是要两三个人以上，我觉得胜率会比较高。所以说我进去的话呢，我还是要使用尬的模式来保护一下我自己哦，不然马上被轰出来了，我真的觉得就没有办法观赏了，哦，就不太好。然后我记得他有一个小 boss， 我还蛮喜欢的，好像是被实验过的南方巨兽龙吧。我今天就想要先来看一下这个，好像是这个吧，红色核心哦。啊，红色核心的这个任务哦，那它有分简单、中等跟困难哦。我想要直接打困难的版本，进去看一下这只被实验的南方巨兽龙，一定很酷，一定非常的酷。然后呢，我可能哦。打算之后打倒这个被实验的南方巨兽龙，我可能会用指令召唤出来，并且驯服它，来看一下它的能力有什么，好像可以这么做的样子哦。不过这都是之后的事情，我们先直接开始好了。好，我先尬的模式先开起来。好，我们要直接进去了，来吧，宝贝，直接卡住是怎样？好，生物银行发生对你有利。任务开始。Ready? Here we go. Here we go. 传送了。我身上现在带满一堆装备哦。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难度吧？卢克威尔的病毒因子。Let's get to the data vaults and stop his heist. 哦，所以说这个被实验的南方巨兽龙呢？就是被罗科威尔用那个基因病毒改造出来的、喔。天哪！哎呦，还好还好。我觉得我应该放个 BGM 啦，让大家香一下。这战斗有 BGM 的、啊。好，这样比较有临场感。还行还行。哦，好险好险。这个也要炸掉啊！这也要炸掉！这对面一堆恐龙，太可怕了吧！我的任务是什么啊？他这个是没有剩余时间的，我现在是要把他这个墙壁上的东西，不是墙壁上那个很像汽油桶的东西，都把它炸掉，是不是？这个啊，这个把它炸掉这样子吗？那我可以不要管这些恐龙？这可以炸得到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总共有半小时的时间呢。好，我们跟着那个任务指示走。任务指示，它的箭头是指这边。我不知道怎么过去啊，我可以飞吗？这个把它炸了，把它解决掉了。我还是不能过去啊。好啊，我迷路了、哦。哦，这里啦，这里呀、啊。可是为什么我不能飞？我为什么不能飞？让我弹射一下啊！这里这里，我的泰克装备直接不能使用哎、欸、呀！原来是不能使用的、哦。那过热就换一把有没有？靠，这也太混乱了吧！他们血好厚哦。这边把这弄掉，
解决这里。迅猛龙是吗？啊，想干什么？迅猛龙，我突然有点后悔用泰克步枪，欸，他的那个后坐力好强啊，后坐力真有点强，早在用那个格林机关枪了。mini gun， 不过 mini gun 耗的子弹也多啊，这样很占我背包空间啊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哦，三不五十过热呢，换一下。这样我可以直接上来了吗？我觉得我应该是不太需要管他们这些家伙，你知道吗？只是他们会挡路而已啊。都把他给炸了。好，又各种挡路，麻烦。别来烦我。哦，天哪，看他们血量哦。哦，血可以这么多哦。这是在干嘛？想跳抓不到我，死吧你！我现在让我这个机器冷却一下啊。谁打我啊？这里啊！我怎么感觉我好像绕回来路的感觉？有点感觉我绕回来了，欸。这边一台，毁了他！哇，这边都霸王龙啊！哇，哇塞，这边我就不相信我一个人都过得了。别傻了！我跟你讲，这一整群你一个人打，真的别傻了！你别傻了你！怎么被卡住啊？好，再来。过热，过热，通通都过热。牛龙也来了，这个到底可以干嘛？可以直接骑吗？这个只是装饰品而已，都不能驾驶啊。我们就乖乖把这个毁掉好了。再这个，再这一个。这边通通都把它毁掉。这个泰克炮台毁了它，欸，还蛮多的。有的时候，欸，那边怎么有一颗没有摸到啊？我可以直接过来吗？可以。那，啊，我根本不用摧毁那个东西啊。等一下要打掉最后一个防火墙装置吗？这里哦，摧毁掉它。哦，没有，直接过来。哦，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子啊，哦！关卡设计成这样子还不错啊。嗨，蜘蛛哥你好，我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了。不要挡我，哦！不要挡我，哦！我突然想要装那个一拳超人的那个模组啊，泰克梯子。为什么他们的抗性这么高啊？好高的抗性哦！这边有卡一只蜘蛛，好笑的是他卡住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前进，我被他咬下来了。Oh my god！ 过热了，过热了！哎，对吼，我记得我有一个还不错的武器啊。在这里，放这里好了。哇，这个伤害！冲冲冲冲冲！欧拉欧拉之术，我完全看不到画面了，有够混乱的。好，终于解决掉他了。欸，那蜘蛛不见了，欸。我们来消短一下我们的冷却时间。我觉得我这个剩20分钟应该是来得及啊。到时候多弄几把出来好了，这个伤害其实也蛮可观的啊。这个就不需要冷却时间。可以不要这么卡吗？
哦哦，我被推了，我被吹走。哇哟，他这个会让我吹来吹去，超好笑的。不行啊，伤害太低了。我被吹到这里来，我什么都看不到啦。对吼，我记得我那个管理枪模式嘛，看一下啊，这里，哇，我做什么？哎呦，这可以瞬移哎，太爽了，太爽了吧！我用这个开枪就好啦。管理枪模式直接让你一击必杀，从头到尾就用这个就好了。好，就决定是用这个了。好，我要重走一遍了，我的天哪！这可以打爆吗？啊，一击必杀，一击必杀，这个也可以打掉，这个必须要打掉啊！原来如此，直接让你变不见。哇，这边真的是很乱欸，果然一个人来是错误的决定啊！有这个东西超好用的，打必打。好，我下来了。You can disable firewalls from the terminal in this room. 防御单元，他们每个都来阻止我欸。那我准备这么多泰克枪，传说泰克枪干嘛？用这一把就神无敌了啊！真的神无敌了，好爽啊！看秒杀，哇塞！西内还有吗？哦，我知道杀22只是不是？每一只血平均2000多啊！我也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带恐龙进来，刚刚没有试过。打完了，启动一下，我启动了，然后嘞，有门可以让我出去吗？没有，走这里。哦，这边可以让我下降。还有啊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欸，野猪了啊，那是牛龙之前的那些牛龙啊，我把他们全部都给解决掉。一只一只坠落，秒杀技都一直生出来欸。还有风神翼龙，是夸张了，这个太夸张了吧！哦，这要直接把它摧毁掉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哇，我直接摧毁，我直接冲进来就好啦。这个也要摧毁掉，这墙壁都可以直接摧毁掉欸。Hurry, free the captive genomes from his data. 快点，俘虏基因讯。这里面都是那个嘞，把他给弄死是不是？我们要去那个有标记的地方，靠，他们在持续的扣血啊！啊，那个要保护不能打爆哦。啊，我把他全打爆怎么办？3 2 1，成功了。好，终端在那边啊，有两个终端欸，没东西啊，发生啥事了？
好，我们要倒数三秒了，我们要接下来后续的关卡了。那以防万一哦，以防万一啊，我们把我们这个需要开启的道具给，不是道具啊，建筑物给毁了。我把我的武器收下来，不然等一下又直接把我那个工作台给毁掉，我就没办法开启了、啊。因为他现在要启动那个防火墙，哦，应该是算是说解除防火墙啊，所以说必须要来这边开启嘛。你看这一台就有了，刚刚那一台没有出现啊，这边就有出现。好，一解开他们全部都跳出来了嘛，我们就不要理他。哎，他们全跳出来他们家的事情。哎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。可以把他们晕倒吗？晕了他们，好像不怎么能够晕的样子啊。对，我们就不能再恣意妄为，奥北开，哎、欸，赶快往前开前面的那个终端机，这样就开了。哦，这次就比较顺利一点了。刚刚那边乱射一通，把一些任务道具啊、任务的那个开关给开掉了。老头都乱玩，老头都熬不来啊！希望之后后续另外两只小 boss 的关卡不要这么鸡巴，哎、欸，不要这么麻烦就好了，这样会比较好过一点。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很复杂、啊，哎、欸，一个人进来这样子玩。好，第二个，冲啊！我又不能在这边飞，我只能想办法逃生啊。走这里吗？我是走错了，走这里才对。不要，救命 ！Help me！Help me！ 金酸了，金酸了。滑步大成功啊！我没有滑步。好，再就这里了。解除完毕，剩下18分钟来 call boss 了。啊，千辛万苦终于啊，我们要来了。就是这个吗？啊，这扇门一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就要亲眼见证被实验的南方巨兽龙。他本名我是不知道叫什么啦，反正就很酷就是了。17分钟妥妥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会放什么技能吧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的血直接消耗掉一半是怎么回事啊？哇、哦！好大哦，你看，超级大哎、欸！哇，抹补血，不是抹补血，我靠！哇，这个血是多，哎、欸，要喷那个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为什么会有脊背龙？我为什么会有脊背龙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会有镰刀龙帮忙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因为刚刚我救了那些人，他帮出来帮忙打吗？可是直接被秒杀哎、欸！让我看一下他的血量啊！这只血怎么瞬间掉那么多啊？22万！这叫22万哎、欸！你看，哇、哦，那个触手在他脖子那边窜来窜去的，哎、欸，他的尾巴好帅哦！被感染的南方巨兽龙，不知道怎么帮他取名字啊？他的名字是这样子啊，虾米吉嘎的啊，很酷哦。然后呢，他那一招就是一直吐那个像呕吐物这样子，吃太饱了吐呕吐物啊。一般攻击看看，也打不出什么伤害来啊。哎呦呀！打不出什么伤害，哇！他还丢这个，你看他的鼻屎，喷鼻屎时间，叉叉叉，哦，好像不痛不痒的样子，最高45滴，这个嘞，这个最高几滴？不会累加，会啊会累加，最高十几滴。这打很久吧？天哪、啊！哇，不过非常帅是真的。
哦，呕吐物，胃食道逆流，胃食道喷射，毁灭的胃食道逆流，我应该直接把它终结的吗？好吧，直接把它终结掉好了。咚，哎，咚不死哎、欸，可以、欸，哇塞，原来是这样子玩啊，终于啊，然后被传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他这个只给你半小时哦，你这一整个流程，一整个流程你们看过了吧？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哇，那简单的话我不知道简单是多么难啊，但是你看困难哦，一整个流程下来要你半小时之内哦，你可能还要预留十分钟的时间把 BOSS 给打死，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？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。这一只呢？老头找到指令了哦，我们可以来把它召唤出来把玩一下。这一只是在外面遇不到的，而且你也没有办法驯服它，这个只能通过召唤强驯的方式把它驯服哦。出来了有没有？好，强驯，强驯成功，来骑上去，哇，超帅的有没有？哇，这是我看过目前为止。原始恐龙被改的最帅的一次啊！左键攻击一般的，右键怒吼加胃食道逆流喷射 ，C 键啊就喷这个鼻屎弹，这个是拿来喷鼻屎弹用的。AKS 键有没有功能？没功能 ，Ctrl Z 没有，所以它就只有两招而，它就只有三招，左键。然后呢，跟右键的胃食道逆流，这个胃食道逆流有没有持续伤害啊？我们来鉴定一下、哦。我们先找到猎物才行。这个猎物、哦，我们前方有一只，有持续伤害32滴，左键攻击单下咬下去1008，这是几等啊？哎，为什么不给我开包包？哎、欸，这个是故意不让你开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不能开他的包包栏欸，为什么、啊？我觉得这一只啊，他到后面一定又会被做成那种 mod 魔改，你知道吗？绝对会啦！有这么好的素材，一定会有人做啊！哎、欸，我没办法打开他的背包、欸，哎，我无法打开他的背包，无法。鼻屎弹，我还不知道鼻屎弹的威力啊！喷不到啊，他这个随机的吧？哎呦，打到了6滴而已，哈哈哈！好哦，通通都去死吧 ！OK， 然后我不能打开他的包包，就是这么的遗憾。实验南方巨兽龙，看一下这句话是什么？实验性的南方巨兽龙。这一只叫做实验性的南方巨兽龙，实验用南方巨兽龙有点可怜，被拿来魔改成这个样子，不过还蛮帅的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一集呢再继续挑战另外的一个小 boss 哦。那另外两个小 boss 我个人觉得蛮酷的哦，我们之后呢也前进啊，也来前往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创世纪二再见，小姐，拜拜。